哎呀，白人，你怎么晒得这么黑呀？其实外国人不会晒黑是吧？哎，说我这边晒的，我这边都晒斑都出来了。哦，不是前两天我们就出去给我们大姨新拍宣传片嘛。哎，不容易啊，选到我们一家子。对呀，我也很开心，我也很感动，可以就请我，怎么说呢？就代表异性对代表一些的我，一小部分。就是一小部分，我特别荣幸，特别开心的。然后感觉那些就摄影师老师也特别辛苦，是不？他对们啊，的对啊，工对。作也特别辛苦，就是从早上到晚上一直拍啊，还有这个设备都特别重，是对，不？穿在身上跟那个蜘蛛侠的那个装备一样。就是啊，特别辛苦。不过我们也很期待，就是这个片子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听说这个是一首歌，是吧？然对。的后MV。我们拍的是 MV，对。但是这首歌我还没听过，还不知道它是不是对它。对对，至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对好呀，有神秘感啊。肯定是都是正能量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知道拍摄单位是哪一家吗？就是谁用这个 MV 吗？是宜兴的这个人才办，就是现在我们宜兴都扩大了对就是外来的人才的这个吸引嘛，就希望他们能住在宜兴，在宜兴工作，在宜兴结婚，在宜兴生孩子。对呀，那这边确实很好的，环境好是不？对。就那个空气也特别好，就特别适合生孩子，我们要加油。从这个 MV 当中呢，我们就能看到，在宜兴呢，我们一般人的这个工作都比较悠闲，对吧？对，啊，生活呢也比较快乐，节奏呢很慢。对。这里特别要表扬一下我们家的小朋友。哎，对呀，他那天就从我们早上5点起床是吧？然后7点已经到亚达那边是吧？对。然后他一直就精神特别好，而且特别听话。我们在游泳池拍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估计哦，一是。直泡在里面游泳是吧？对，一直泡在里面游泳，他就特别开心，最后还哭了，哭了不像，不想游不了。像也不是，不像会去，也像一直游，不像会去。然后对呀，有，然后后面有一个拍到我画画那个场景嘛，对，这个我是几点过去的？我12点对你12点开始一，顶着太阳开始画画，因为他们的计划是3点半开始拍嘛。对，一般来说，脑子正常的画家都是太日落的时候去画画，但是我日落的时候开始画的话，他那边拍摄肯定来不及了。对呀，对，所以顶着个大太阳去画了一下，对你也就这皮晒肤得特贼别黑啊，黑，都黑都红了，红了我还没好。就是。原来我们俩肤色差不多啊，现在我是真的变色了，直接。啥都做，吃蛤蟆铁塔，就是啊，就不是啊。说了。不过他们比我们还要辛 苦，他那个们摄特影别师。辛苦，他们就我们那天是11点结束了，是吧？然后他们一直在拍，估他们计拍到到十凌二点，不是凌，他们拍的到凌晨2点。凌晨2点，对呀，然后一还直要赶拍。到我们宜兴的那个太华隔壁嘛，就常州了呀。对呀，去千红那边拍是吧？对对就是什么采茶对，叶啊第二啥天的。晒了一天太阳，就是，哎呀，太就是猛了。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那个，就看起来很轻松，其实特别辛苦。对对，你们平时看那个导演很牛逼啊，那个导演确对，实很牛逼，说啊你把那个拿过来，就这种。哎，在吃盒饭的时候，还是跟大家蹲在地上一起吃盒饭。对，对呀，大家都一起吃的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反正大家都辛苦哎，了啊。我那时候想，哎，平时我手上拿着个手机，我跟他们说我是这个摄影，这个手机长在头上的这个男人啊，对。他们都笑死了。对呀，而且，我们平时就是我们就是拍我们的视频，对不对？对你是我的导演，是不是？对那对，对对对对。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女演员跟导演是什么关系啊，的，就，意思是你前天去当女演员，你跟导演的关系也不一样。没有，我回头去问问那小子。我只有跟你的那个关系，我就是想说这个，好知的，不知道？知道了，知道哦，了。我怀疑他们本来不想拍我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为了避免这个尴尬，把我也拖过去了。没有，他们也不想拍我。你看我也身材也不好，对不对？谁就告诉人你不长好得的？也不好昨天又看有人啥在的。线下说，这个遇到的时候说，哎，娜塔莎，你怎么比这个视频里面这个好看不重要的啊。呢？那反正我们很开心，是吧？对对对，代表了一把宜兴，不容易啊。对呀，对呀。所以呢，欢迎大家来到宜兴工作定居。我们在这边，在宜兴有很多，怎么说呢？政策条件是吧？对对，很多福利，对关呀。键还能见到我们俩，记得来找我们喝杯咖啡，对吧？吃顿饭也行。算了，我们也不蹭别人的那个，让别人蹭我们呀。也可以啊，也可以，我一点都不小气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
欢迎大家来到宜兴。嗯，回音斗过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对的。啊，欢迎大家来到宜兴。